哎，大家好，社长，今天来飞龙哥这边开个箱。飞龙哥又买了新玩具，买了这个。二十件大摇杆，上面有20个按键，然后它可以对应键盘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对应到麻雀学员的按键上面去。对，把 A B C 都贴上去了。然后再印个按键的贴上去。嗯，今天就来试试看它可不可以玩麻雀学员。好，拿这个20按键啊。好重啊，就做声哎。好，我们来打一下麻雀学员，飞龙哥的新玩具，20颗的按键。开始，逃避了，然后按开始，自己逃去了。忘了按那个秘技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真本事不需要秘技哈，五六七排那么好，干嘛秘技对不对？我听到这边，不，听到，好，哎呀，听惯的，啊，没有，哎，有啊，有啊，主翁，哦，哎，不需要按秘技也是可以赢的，哇，这么快就自摸，小牌，还没有办法让他偷，哎，他输了，哎，一发都被 H 连打了。啊，这个画面不一，我们看 H 就好，没有，第三个，这还可以，那。H 连打那个字拍到再片下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没关系，这也是录片的乐趣了。3万呐、喔。嗯。哎呀，全部都万了。4万。碰。碰，不给碰，哎，碰碰啊，吃，好，不给碰，就不能碰，哎，不给，那怎么不能碰？没有跟没按到，没把碰弄进去，没办法碰，那两只就没用啊，都废了，对了，七对子了，虽然也不会糊了，不能碰，碰射错了，碰是那个感错啊，感错，哎，我好像是感错。因为我们那个按键哈要设定，居然要拆机器，这个碰好像射到右感错去了，然后要用左边的感错。那每个按键都要拆，都要从里面射。哎，对。哇，这线太复杂了。每一个键盘。就对应一个插头，哦，然后你哪个按钮就插哪一个钮，你某个按键就去对键盘的那个，对，很简单，所以你要插点坑的，对啊，碰是这个，碰，我靠，这字太小看跨博啊，对老人来讲太困难了，是要查一下他那个，查一下挂板按钮了，对啊，好，左旁说是哪一个，哇塞，这个真是太考验了，太虐了。刚把按键给设定好了，应该是可以的。开始 ，INK 啊 ，INK 啊，啊，来不及，换人来赌啊，换人，啊，换人赌。今天为大家请到了麻雀高手，台北赌神。好，听牌吧 ，G 听牌，先按听，再按 G，G 上面 G。听什么？听锁，锁跟九锁跟五锁。对，九锁五锁。换你自己打。啊！人家也是听五锁啦。啊！被他摸去了。是换你自己打，就看牌就比较慢，看别人打就比较快。看别人打，因为就在旁边可以看。嗯，好，投币。INK 啊。INK。压着，不要放。好，可以放了。哇，国士无双啊！啊，哎，国士无双。国士无双是当哪一颗 ？N 不要了。N 不要了。就留19就对了。19，留19，2也不要了。对，二都不要了。留局啊。运气不错哦。居然还留局。留局。
欸，扣一千也是死，扣五百就死了，也是挂掉。哦有哦有哦 有, 哦 有, 哦有哦，这牌可以啊、哦！大三元，大三元，大三元，自一色。嗯，来吧，还没有发。好，下一，刚要数一下。八，总共五万。八居然不响，就看看了。不要吃，不要吃，不要吃，不要吃。哦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漂亮啊，漂亮啊、哦！五六万，五六万买啊！好，五六万不要。嗯，我让打掉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听牌了吧？可以啦，是可以啊，听张翰科啦，可以啦。我听，你就按了按了再听吧。好，先摸再听。先摸牌。糊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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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糊，直接糊。哇耶，好棒！哦，一次多。哎，江中鱼有 KH 了吗？嗯 ，KH 了吧？哇，哎，好多台。一次入大位。一次。OK 的。请你 H 要就位了、啊、H 手要放在 H 上面。H 下次换不一样颜色的啊，这样子哈、哦，才不会按错哈、哦。不会按错。好了 ，H 连打了。H 连打 ，H 连打。不要拍一幕，让他跑掉。快啊 ，H 连打。哎，连打。连打。有连射。没有连射。按快一点，按快一点。没有连射功能。好，非常感谢这个手指头贡献 H 连打、啊，可以拍，可以拍一幕，可以拍一幕，可以拍一幕，好棒，好棒，嗯，好，那这样测试成功了，嗯，赞，嗯，赞，非常好，好，不错摇杆，不错，不错摇杆，非常棒 ，OK， 买，买起来，买起来，这是大家的福气，打麻将专用摇杆，飞龙哥要不卖这个，嗯，非常棒，嗯，好，就这样。好、哦、拜拜，太棒了。Thank you.